们说的灭火器要放前头，不能放后头。那你这边哪个前头？我也想回去的。你想回去不得行了嘛，我明天就回来。啊，就是啊，娃儿就不来了。哎呀喂，哎呀，走喽。拜拜。小心哈，好跟爸爸妈妈问好哈。要得。今天回老家去看看，带你们看看那个大余高速，还有那个八王高速，带你们看那个沿途的风光啊！出发。我落了，我在落地嘛。那个要落，那个。嗯，那个要落嘛，你家都买那么多东西做啥子？我的天，那么大一碗。那是你给我煮的面。哎。嘿，我的天嘞，好大碗面。你不得吃饭，那你早不得吃。我这个便宜办法。我这个。他不要吃，他不要吃。哎，转面煮喽。他还去补三年课，补大学就要上学了。吃饭哦。嘿嘿嘿。嗯啊。他去上耍去了，就。今天调个高级员工才五十万起。可以调了不？可以调了，单调。雨区的，明天我店长去调。明天早上到我这儿。明天九点。我调那种川串面那种小吃摊。到点。那么二是为中小企业承的国有品。那么上世纪啊60年代，河南省的一船呢拉着40个木板车当油。多少钱是钓竿？最少要给国家把那水库里面有点鱼多。上次吃两杯饭。吃了好多蛋啊！两个蛋。我吃不吃，我也不吃。你回家吃。嗯。早上，早上可以吃。你回家你啥不吃？再回去。我蛋黄没吃。我都不吃。手完全不要坏。我在丢冰箱。也坏，打出来臭的。那是你把冰箱倒掉，我把冰箱放里头噻。晓得的。冰箱不是没事。我买蛋打出来脏了，就是。我买蛋子，它脏了的。拿回去今天给他们吃。不是，你拿回去的时候哈，要把桌子上面捡出来，要把我们那个蛋拿回去蛋捡在桌子上，把它捡在皮上。家里有温度。第三个方面是把民众喜闻乐见的。拿回去一天，关键是，关键是我们都他们也不是很想吃的嘛。你到自强，还有五个了，现在，现在。打输人。还有五个的打，打输是那个打不好，还是要养鸡蛋打输哎。养鸡蛋打鸡蛋好。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注啊，下面是评论区。还有张琪。我的妈呀！我一回来出来不打个太阳，还外太阳好是耀眼了。还要穿个长裤子回来，再要穿凉鞋，穿那个短裤回来，热得不得了，太阳大得不得了啊！蓝天白云，下期再拍了，拜拜。